治理整顿，是啊，庄大哥，为了保护古都风貌，加强对老城区房屋的修缮和管理，提高房屋的质量和住用功能，政府下了大力，要对老城区进行治理改造。咱们什刹海地区呢，那是重点。那跟我们醉八仙有什么关系啊？醉八仙饭馆把后山墙打通，改成门脸儿。 那是承重墙，严重破坏了房屋结构，而且还在房顶加盖了二楼临建，现在墙体呢已经开始出现了严重裂缝了，属于危房。如果再不改造呢，万一塌了，那是要出人命的。大妹子，有这么严重吗？有，老姐姐。